维修掉链的自行车，我该怎么吸引你的注意？如果你不知道我喜欢吃的东西，我们怎么在餐桌上抢同块肉？如果你让我帮你写作业，那可不可以在文理分科后还在一起？如果你让我给你带明天的早餐，我会回你一句想了没，然后偷偷想明天带什么给你。如果你问我那个男生和我什么关系，我说普通朋友，你信不信？如果你想知道那个女生的秘密，我会假装不在意的告诉你，鼓励你，支持你。如果你说我喜欢你，我会告诉你我也喜欢你。如果我的17岁没有遇见你，青春又该如何定义？